抢劫！赶紧，兜里有什么的都拿出来。我现在手抖得厉害，我告诉你，我第一回干这个。大哥，快点！大哥，别冲动啊！我看您这把匕首挺精致的，您看这样，我用我最新款的手机和您换，这样您也不算抢劫，对不对？别骗我，是最新款吗？一手交刀，一手交手机啊！哎，你这开机密码是多少？手机给我拿过来。干什么？别给我来这套，把手机给我拿出来，赶紧的！你这要干什么？啊？大哥，别激动啊！不是激不激动？你这刚才干什么？我就跟您开个小玩笑。哦，是开玩笑，吓我一跳你！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我兜里有5000块钱，我用这5000块钱跟您换这把枪怎么样？买它？现金吗？现金。来，手机和钱都给我拿出来啊！干什么？别给我来这套，赶紧的啊！枪在手，跟我走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太气泡！你刚才这是又是开玩笑啊？又是一个小玩笑。大哥，我卡里有10万块钱，我告诉您支付密码，您这迫击炮卖给我吧。不为别的，就是喜欢。那行吧，来，你快告诉我多少？3个4。3个4。1个8。1个8。哎呦我去，你这真有啊！来，先拿去吧。大哥，您没有其他东西了吧？没有了。没有就好办了，手机、钱包、支付密码给我拿出来。你这是干啥？你要抢？别给我来这套！今天就抢你了，怎么了？给我拿出来！别跟我说话呀！赶紧的，我第一次啊！我跟你说，别！大哥，误会！我不是抢劫犯，他才是抢劫犯。你不是，你都傻呀？我真的不是他抢的，我。大哥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短，陈翔6:30。